我是林雨，夜市何家荣。2766集，还谈什么中西医之争，我们早他妈被人家甩在屁股后头了。徐之源沉着脸说道，我本来对这个何家荣还满怀期望，还以为这第三个药方能起效，就算不行还有第四第五个药方，就算被世界医疗工会甩下一些时日，起码面子上也能说得过去。但现在他妈的可好，你们竟然直接告诉我这么个结果。因为太过愤怒，徐之源的脸色涨红，额头上青筋都爆起来。徐秘书，你先别着急。曲伟捏了捏自己的眉心，他沉声说道，我只是提前给你做一下报备，让你知道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没有说这第三个药方一定就不管用，万一它起效了，治疗效果很好呢。虽然世界医疗工会已经宣称在抗生素上面取得了突破，但起码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一例完全治愈的病例，所以我们还有时间，一旦这第三个药方起效，我们就相当于追上了他们。只要世界医疗工会治愈的病例没有报道出来，只要第三方药方没有彻底检验无效，那他们就一直抱有希望。好，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徐之源沉着脸郑重说道，尤其是到好字的时候特地加重了语气。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还需要您的大力支持。徐伟面色凝重，我希望在第三个药方最终应用结果出来之前，你能给我们足够的空间和尊重，不要擅自做任何决定，不要对我们的治疗造成任何负面影响。特地用我们将自己和林雨拉到了同一个阵营。徐之源的脸色变了变，似乎有一些不悦，他紧蹙眉头点头，好，我希望你们能够配得上我这份支持。曲伟看了他一眼，再没多言，直接转身离去了。徐之源望着曲伟离去的方向看了半晌，脸色阴郁，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随即他猛然转过身去，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电话号码。此时正值米国深夜，米国世界医疗工会的会长办公室内，洛根和伍兹两个人喝着浓咖啡，面对着一堆文件，面色凝重地讨论着什么。桌上电话突然响起，洛根看到显示之后微微变色，立马犹豫了一下接起来。喂，徐秘书你好。洛根率先地打个招呼。洛根先生您好。徐之源急忙恭敬说道，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到你了。没关系没关系，不知道徐秘书这个时间打电话来是有什么要事吗？说着洛根眼中浮现出几分紧张之色，干笑一声试探道，该不会是贵国的世界中医协会在治疗新型致病菌的过程中取得了什么进展吧？啊，不错，最近我们的确是有了很大的突破。我这次打电话的主要用意也是想询问一下贵国为首的世界医疗工会这边有没有什么进展。徐秘书你问的还真是时候。电话那头徐之源笑了，就在两天之前，我们的抗生素已经突破了最后的瓶颈，正式应用到了临床。那最后的临床结果如何？很好，很多轻症患者已经接近治愈，至于中症患者病情也已经稳定下来，完全脱离了危险，只需要再多花一些时间治疗就能够彻底康复。总的来说，这种超强致病菌已经被我们战胜。洛根的声音不大，宛如一声惊雷，直震的电话那头徐之源身体一颤。他最不愿意听到的结果还是发生了，没想到世界医疗工会真的取得了成功。怎么，徐秘书，你不为我们高兴吗？莫非你们中医协会也已经战胜了这种致病菌？洛根先生，事到如今，我只能跟您说实话了。我们这边暂时进展不大，只怕直到我们的重症患者病危，也研制不出有效治愈的药物。哦，徐秘书，
不是我瞧不起你们华夏的众议，这种结果其实早就在我意料之中。我们世界医疗工会代表的才是世界医学的顶峰。徐之源用力地咬咬牙，虽然满心不甘，但却又无可奈何，在真正的实力差距面前，他无可辩驳。许秘书，你也不用太过担忧，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跟我们求助，将你们国内的重症病人送过来，我们可以替你们进行医治。因为我们的抗生素需要根据每个患者的病情进行用药，选择最有的治疗方案，所以你们必须将病人送过来。没问题，没问题。哎呀，罗根先生要是肯帮我们，那真是太好了。这就是他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就是想要将世界医疗工会当作岑老最后的救命稻草。虽然世界医疗工会和世界中医协会针锋相对，米国和华夏关系也是复杂多变，但是两国起码面子上还是过得去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不会互相帮助。所以在打这个电话之前，徐志远便料到，如果世界医疗工会已经研制出治愈的药物，那必定不会拒绝他的请求。而结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好，等他未开口，洛根便主动提议相助。不过我们的医疗资源有限，收治的病患数量也有限。洛根急忙补充，他言下之意不可能帮助华夏医治所有病人，所以让徐志远在选送病人时要有侧重。他也知道徐志远第一位应该自然是要保住岑老。明白，我明白，我只求你们能够收治我的领导岑老先生。徐志远连连点头。没问题。洛根一口答应下来，郑重说道。我这就吩咐下去，让下面的人给岑老先生腾出一间最好的医疗套房。哎呀，太感谢了，真是太感谢你了，罗根先生。如此大恩大德，我们一定铭记于心。那徐秘书，你看你们打算什么时间将岑老先生送过来？明天还是后天？罗根问道，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些急切，似乎比徐之源还要关心岑老的安危。这个……徐之源语气一顿，疑惑说道。可能得过几天，毕竟林宇最后一个药方还是没有应用过，如果这次药方能够起效，那他也就不用将岑老送去世界医疗工会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世界医疗工会的最后一层保险他必须现在就确定好。本集播讲完毕，再见。